喂，您好，我这是北京市丰台区双庙村，我们这是非法拆迁的，砸我们这居民的。你看，对，双庙这儿哈，234号院这儿哈，他砸我们居民，来了好多好多人，砸我们这居民。对对对，你赶紧过来。我姓李，李美清。你赶紧赶紧的。喂，你好，我这是北京市丰台区南岩乡那个，就是刚刚您说那双庙村的村民，现在我们这儿非法拆迁，这打人呢，让他我都说不清楚。对，120，您看您赶紧过来，快点快，我这儿要出人。对对对，现在来了好几百人，好几百人非法强拆，然后呢还打人，打我们这儿村民。对对，双庙，哎，李焕军，你在多少？啊？234号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在234号这块呢。234号。234号，快啊！234号离这院，对。我先过。你马上赶紧的，现在这马上要他要出人命了，范亮。好好。对，出人命，还有穿蓝色的那警服的人，然后戴着帽子。还有好多迷彩服的，他们那个石家庄大队的村民，那个当头的那个带着那帮人来的，没看见有警察，刚报警了，不是警察，哎，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了。我现在也不懂了，现在就是石家庄大队现在在办的，就什么村民公司我也不知道。对对对，我不清楚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不看见人了，我才过来的。看见人了，人我才过来，好几百人。没有，没有。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对。他谈过什么都没有，你赶紧尽快好吗？来，啊，我这边站着，过来就行。你尽快，赶紧的，现在就马上就要出人命了啊！就是，快有火了。那你赶紧通知警方吧啊！好。那
您赶紧给我解决这个事情，现在那马上就要出人命了，那可你看谁负责吧，您赶紧您自己看着办吧。打幺零了吗？打了。来，你们怎么欺负老百姓？我告诉你们，不管是死就给我来。欺负老百姓了，老百姓找你们惹？把我们全都给打死！怎么了？还想打死？你们有这本事拿枪对着老百姓干什么呀？至于的吗你们？老百姓犯哪条方法了？干什么呀？哎，你看见警车了吗？看见你了，你看见那有好多人了吗？啊，这傻逼！喂，你到警车跟前来。你们那边谁骂人呢？谁骂人呢？打电话了，旁边打电话呢。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打电话就骂傻逼啊！不是，你在哪个位置呢？我就在你的左边。啊，那你带我上来再说，好吧？你上这边来，总共离着有两米远，你让我上哪儿就上哪儿找你去。两米远、啊。你到车跟前来，我这用这关，我说你是哪位啊？这儿，我吃不了你，这上来就吃不了我，是不是？谁骂你？在那打电话呢？过来。在那打电话呢？这就是警察素质，这就是北京警察的素质，是吧？人家打电话呢。车上就你们两个人，谁打电话呢？他打电话呢，怎么了？你马上过来，警察有义务到我这儿来。